我把每一次上台的机会都当作最后一次，所以我更加珍惜这个舞台。我们的大哥魏巡有担当，总是第一个站出来。大师兄是一个非常成熟、非常照顾我们的好大哥。我作为大哥嘛，我觉得我应该义不容辞的出来，来保护他们。有事我来扛。魏巡是来自男人那种勇敢般的表现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更加知道离开了舞台意味着什么。这个夏天让我很难忘，我会回忆起这里的点点滴滴。